映着我们眼帘的是一团火。这是火字甲骨文的几种写法，都想燃烧的火焰。经历漫长的演变，火字已经变得不像形了。这是隶书的火，火字在左偏旁时，有时为了照顾到字的匀称，往往写成了四点底。这就是火字的演变过程。我们在火上烤上一块肉、一只羊和一只鸟，那么这里的字就变成了这样。这个符号代表一块肉，这是一个羊头，代表了一只羊。这个符号是鸟的形象，这三个字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上面的情景。这三个字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字形。没错，朋友们，这正是至、高、交三个字的演变过程。因此，至的本意是用火烤肉，高的本意是用火烤羊肉，交的本意是用火烤鸟兽。由于火在做偏旁时，一部分会写成四点底，所以含义和火有关的字就形成了这样两大类。